第350集。你这人真是无聊，和一个美女聊天就让你如此难受。算了，我也不绕弯子了。那黑豹狂蟒的皮甲是你的吧？不知道你是否还有黑豹狂蟒的筋脉？如果你有，我愿出高价收购。价格你可以随便开。少女直接道，美眸盯着叶晨，似乎想要把叶晨看穿。黑豹狂蟒的筋脉，叶晨眸子略带深意，果然黑豹狂蟒的皮甲让此女追溯到了自己身上。可惜筋脉极其珍贵，叶晨自然不可能拿出。没有，那皮甲我不过意外所得，却是再无他物。叶晨直接说道，黑豹狂蟒皮甲拿出，使叶晨别无他法。你真没有？少女饶有趣味地说道，眼神直勾勾的，仿佛想要看穿叶晨的谎言。没有。雨落，叶晨直接带着沈石溪离开，态度冰冷之极。哼，你这人。直到叶晨走出鉴宝室，少女小嘴一撅，不满地哼了一声。哼，倒是两个有趣的家伙。福伯，帮我查到他的身份，他身上定有灵蛇筋脉。直到叶晨身影消失在少女的视线当中，他嘴角露出了一丝饶有趣味的笑容，看着身边的老者，以命令的口吻吩咐道，他倒要看看那个为首无视自己的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小姐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按我说的做。这个老人虽然是易宝阁的人，但却是出自几家，他自然可以命令。是，我尽量。如果被易宝阁上面的人发现，那就麻烦了。易宝阁一楼。叶先生，您说那女的真是几家小姐？她说的黑豹狂蟒的筋脉，您真的没有？看着叶晨，沈石溪好奇地询问道。他是不是几家小姐我不关心，这易宝阁神秘无比，谁知道他幕后站着什么强者。叶晨面色凝重，刚才面对那个看似无害的少女，叶晨感受到的危机无比真切，这是叶晨从未有过的感觉。面对这样一个女子，叶晨岂敢大意。至于黑豹狂蟒筋脉，现在就在我身上，可惜我不会给他，半块黑豹狂蟒皮甲就价值斐然，这筋脉的价值更不用说了。我还没缺钱到这个地步。叶晨冷笑道。也是。沈诗溪点点头，他甚至高看了叶晨几分。一般人看到几家估计都要巴结几分，但是叶先生却没有丝毫巴结的打算，更是直接拒绝。如果被外人知道，必然惊掉下巴。不过叶晨的身份高贵无比，更是万剑宗的师尊，背后有上古大能坐镇，几家又算得了什么？只要给他时间，昆仑虚说不定会像华夏一样横空出世一个叶家。对了，叶先生，您刚才买了药鼎，又拿下丹药，不会想要炼丹吧？昆仑虚炼丹师虽然地位崇高，但是每一个炼丹师都是各方势力核心人物，他们可都是得到各方势力的支持啊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成为炼丹师。你难道想……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沈诗溪面色骇然地看着叶晨询问道。万千世界，大道三千，小道无数，五道之路漫漫长途，经过千万年，逐渐衍生出了几种特殊的人群，炼制丹药的炼丹师，绘制符文的灵符师，还有炼制阵法的阵法师，这无疑是最有代表也是最为庞大的三类人群。这些人实力超群，这些人地位超然，这些人备受尊重，可惜想要成为这一类人群，付出的代价何等巨大，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，他们的身后需要有庞大的势力作为支撑才行。如今叶晨，
他背后站着万道剑尊的确没错，但是万道剑尊强大的剑技和战斗实力，那些大人物一般只会认真做一件事。昆仑虚可没有什么全能的人物，如果不潜心修炼一门，只会样样不精，到头来对修为也有很大的影响。他不希望叶辰走这样的路子，万道剑尊的东西足够让叶辰受益终身了。如果再炼丹，只会分神，浪费天赋和才华。我只是对炼丹感兴趣而已。叶辰眼中金光一闪，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那一个药鼎，别看古朴破旧，但是却很适合我，而且一般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异宝大会上，而那灵剑却是为我母亲所准备的，价格再高我也会拿下。说到这里，叶辰颇为感慨，在这个世界，强者为尊，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，寻常人想要得到资源何其困难。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成为炼丹师，我还真要打破这个桎梏。说到炼丹师，叶辰的眼中燃烧着旺盛的斗志，他已经准备开启另外一座墓碑了，一方面为了断雷人，另一方面便是为了自己的炼丹术。他的炼丹术以及活死人人肉白骨的医术在华夏算得上顶尖，但是如果放眼昆仑虚，那便渺小了几分，甚至现在自己炼制的丹药都快跟不上他突破的境界了。经历的越多，叶辰越能够感受到丹药的重要性，如今有机会了，叶辰希望抓住。叶先生，这……听到叶辰的话，没想到他还真的想要成为炼丹师，沈石溪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尤其是感受到叶辰坚定的决心，沈石溪最终只能叹息一声，对方的身份是他的师尊，师尊的决定他自然不能反驳，不然师尊一怒，他在万剑宗长老的职位估计都不保。就在两人闲聊之际，几道身影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，正是血盟之人，为首的便是血风华。只不过血风华拿到拍卖的东西之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而是向着易容的叶辰和沈海华走来，眉宇之间有些不善。沈石溪感觉到不对劲，轻声道：叶先生，看来这些血盟的人应该知道是我们拍下了太古虚实丹，毕竟我们刚从那里出来，明眼人细想几分还是能猜到的。不过叶先生放心，这群人断然不可能察觉到你的身份。叶辰没有丝毫慌乱，淡淡地看着迎面而来的血盟之人，甚至眼神之中带着一丝杀戮。他和血盟早就不死不休，不管这群血盟之人和他有没有矛盾，等出了这里，他必然会出手斩杀。有沈石溪在身旁，再加上断雷人的帮助，不会太难。薛风华脚步停下，冷眸凝视着叶辰，开口道：可是你拍下的太古虚实丹？薛风华的话语带着毋庸置疑的语气，虽然不知道叶辰的来历，但是叶辰身边只有一个老者，包厢位置也是一般，这种人在昆仑虚不会有什么大背景，在此地他自然不会强取豪夺叶辰的太古虚实丹，他要叶辰主动献出太古虚实丹，这便是血盟之威。如果不许，那就别踏出此地，否则生死有命。就在血风华笃定叶辰会献出太古虚实丹的时候，一道淡漠的声音骤然落下：关你什么事，滚一边去。此话一出，血风华脸色大变，那些他身后的血盟强者一个个杀机毕露，简直找死。血风华笑了笑，笑容颇为狰狞：小兄弟，不知道怎么称呼，能用这种态度对待我血风华的人，你是第一个，说不定离这异宝阁你便是最后一个了。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，
身后的血盟强者更是围了上来。而此刻，沈石溪冷哼一声，一步踏出，气息释放出来，冰冷的声音响彻：叶先生可是你们可以随便知道名字的，你们若想动手，那要看我答不答应。沈石溪的境界可不弱，一瞬间那些血盟之人就变了脸色，哪怕血风华也是略带深意地看了一眼叶辰。叶先生身边还有超凡境强者守护，难不成自己看走眼了？固然如此，他还是伸出手淡淡地道：这么紧张是做什么？我血风华喜欢交朋友，血盟在昆仑虚的地位你们应该知道吧。谁料叶辰直接将血风华的手拍开：握手就不必了，我怕脏了我的手。和血盟握手，对叶辰来说一辈子都不可能。找死！血风华彻底被激怒了，他在血盟地位不低，华夏昆仑山亦或者昆仑虚的强者，不说百分之百，至少70%的人都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。但是眼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又他妈算什么东西？敢拒绝他？叶先生，叶这个姓氏除了那个家族的人以外，他没有什么可以忌惮的。这小子又出现在华夏昆仑山，定然不可能是那个家族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这种态度？高傲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？如果不是这里有强者镇守，他早就出手摘下这不知死活小子的头颅了。就在这剑拔弩张之时，一道金色光芒照亮了整个大厅，大厅的所有人表情一变，哪怕是血风华也是一样，他顾不上对付叶辰，冷哼一声：哼，小子，我记住你了，再给你几个小时活命的机会，我希望你能活着走出此地。雨落，他便和血盟强者一起向着光芒的源头冲去。不光血风华，所有在场的人都向着那个方向掠去，整个大厅只剩下叶辰和沈石溪。叶辰扫了一眼那个方向，好奇道：这群人去做什么？